我是笨狼，我是真的狼，但不是真的笨哦。啊呜！森林镇的妖怪。你说真的吗？你们在说什么？哇！原来是笨狼啊，我们刚刚在说妖怪的事。是我昨天晚上碰到妖怪了。什么妖怪？我昨晚经过公园里画，但是一个白色的妖怪突然就飘过来，吓得我新买的薯片都掉了。你们说妖怪还会不会出来呀？还是回家吧。妖怪，有商机。妖怪会去哪儿呢？不想了，睡觉。哎，怎么又尿床了呀？怎么回事？猫小花昨晚上也看到妖怪了。坏妖怪害我弄丢我最喜欢的童话了！这个妖怪一般在晚上出现，既然这样，我们以后晚上就不要出来了。但是万一有个什么事儿需要出门怎么办啊？要是有个盔甲就好了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害怕妖怪了。是啊，不用盔甲。胖棕熊牌打妖怪套装，让你拥有击败妖怪的实力，快来看，快来买呀！这玩意儿怎么打妖怪？谁说不行？妖怪一来，像这样堵过去。看他还怎么吃，看到没？不管什么妖怪，一皮揣子搞定。给我一个，给我两个。别急。我要多一个。别急，每个人都有。发财了。有了打妖怪神器，就算晚上起夜也不用害怕妖怪，坚决不能再睡过头和尿床了。哇，爸爸好厉害啊，一下午就赚了这么多。你老爸我的商业头脑可不是吹的，赚这点钱小意思。爸爸好棒，爸爸加油。下一步扩大销售面。很快我就是森林镇首富了。
怎么还是尿床了？我为什么没有醒啊？上次那地方太容易碰到人了，这次我要换个地方。哎，这儿不错，够偏僻了。哎，这个星期都第三次了，以后睡前真的不能喝太多牛奶了。会被人发现我尿床的，笨狼尿床了。要不要来个尿不湿啊，笨狼小宝宝？看，那是尿床的笨狼。可不是故意尿床的。不，我绝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。别跑！讨厌，这些树枝真烦人，让我出去。我们有两个人应该没关系吧。不能再让妖怪害人了。跟我走。坏妖怪，还我薯片。打点你！怎么我变成妖怪了？我不是呀！我来帮你们。快住手！我是笨狼。哎呦！快，妖怪要跑了，大家加油！我不是妖怪，你们听我解释。我怎么好像听到笨狼的声音？别上当，一定是妖怪假扮成笨狼的声音。我是真的笨狼呀。我们才不信你。你们快住手啊，住手，我是笨狼。笨狼，我们刚刚明明看到的是妖怪，怎么一下子变成你了？这个我想，我可能知道妖怪的真面目了。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所谓的妖怪其实是你的床单。是啊，我晚上尿床。但很丢人，不敢告诉妈妈。所以自己偷偷跑出来挂在树上。想着等吹干了再收回去，没想到吓到大家了，真是十分抱歉。看在你尿床的份上，我就不怪你吓到我了。原来是这样啊。意外，我保证以后不会了。
都一天了，怎么都没人来买啊？哦，嘿嘿，哎，要不要来一个打妖怪神器呀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妖怪已经没有了，森林镇安全了。什么？啊！我的森林币全没了呀！